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又是一个盛大的受洗的特别的日子。我们看到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在今天将加入神的大家庭，我们又多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天使和神也为今天的事情而欢呼。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敬拜赞美，让我们一起起立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欢喜快乐吗？再来一遍啊！我们欢喜快乐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拍手。我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是我神。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得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是我神。看那，一切都更新。
将展开，将展开在心的航行，主你全能将是我所依，那看那一切都更新，听那听那也是为我欢呼，真理带我我是新造的人，如何使我脱罪恶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如何使我的平安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，使我洁白如雪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如何救赎我罪人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如何使我进真神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。我们宣告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，使我洁白如雪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，使我洁白如雪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刻，你的宝血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主啊，因着你的名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你，凡尘皆进入他的门，凡赞美进入他的眼，击鼓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赞美进入他的眼，几步跳舞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
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梦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唱。向世界来关闭我们的心，就要向神来打开。爸爸，今天早晨你的恩典要降下来，让每一位在这里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，在家里边，在电视机面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欢喜快乐。我们今天要举行第70届洗礼，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从不信到相信，经历了主你特别的恩典，把他们完全仰望交托，他们生命成长，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边。今天早晨也求主你亲自，你的宝血厚厚来遮盖。我们当中有忧伤的，有重担的，有缺乏的，生病的，求主亲自来医治，亲自来供给，亲自来看顾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依靠主而得胜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！把今天聚会完全仰望交托，祷告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